首先我介紹啲和弦先啦。首先嗱，呢個琴鍵咧，你就見到有兩個黑色鍵，三個吧。嗯。又跟住三個黑色鍵，呢個就係認位嘅最重要嘅方法。係。咁咧，凡係有兩個黑色鍵，左手邊呢個就係 C 啦，呢個 C。然後咧，呢個咧就係 C 和弦啦 ，C 即係 C chord 呢個基本嘅 C chord， 呢個又係 C， 呢個係 C， 即係呢個全部都係 C 嚟嘅。呢個就係 C 和弦啦，兩個黑色鍵，三個黑色鍵，呢個就係 keyboard 裡面咧，我哋睇得到嘅情況嘅。咁咧基本上咧就係兩個黑色鍵嘅左手邊呢個就係 C。係。如果個 C 調咧就係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 咁樣，呢個就係個 C 嘅 scale。C 和弦咧 ，C chord 就係乜嘢咧？就係 do mi sol do mi sol 嗱，呢個就係 C 和弦嚟嘅。無論你喺邊度彈都係 C 和弦，都係咁樣嘅。咁而好多時候我會用咧，就係左手咧就係一個 octave， 即係話由 C 到 C。嗯。內中有時都會彈埋個第五音個數啦，但係就唔多嘅，即係會少啲嘅。C 到 C。嚇。C 到 C。嗯。咁同埋咧就係我會好多時咧會加埋個二音啊，即係個 C 嗱 C 嘅二就係 D 啦，即係 do re 個 re。係啊。係。OK， 嗱咁我而家示範下，你就用個 C， 咁譬如話。Yes, so 我一路收翻，我都系弹 C 调啫，都系 C chord 啫。但系你听到咧，我好多嘅变化就系因为由呢一个啊个位置啦，同埋第二咧就系嗰个第一就系位置，第二就系嗰个啊节拍可以制造出好多不同嘅音乐出嚟嘅。嗯，咁个所以我哋要熟悉。咁而熟悉一个和弦咧，除咗熟悉个基本位置，呢个就系呢个。呢、這個 do mi so 就係基本位置。咁其實咧就總之係 C E G， 如果講字母嚇就係 C D E F G A B C。咁呢個我哋要記實呢個字母啦。然後咧 C E G 呢個 C 咧可以彈上呢度嘅喎。係。彈上呢度變咗咁樣啦。咁咧又係 C 嘅喎，不過即係倒轉嘅位置。呢個叫做 first inversion， 第一個倒轉。然後第二個倒轉咧就係呢個。有個呢個 C E 咧就搬咗上嚟，係咁樣咧，呢個咧就係 second inversion， 呢個就去翻 root position 啊，呢個 root position。嗱點解要褪位咧？原因係因為咁啊。當你彈首歌嘅時候，譬如主我緊靠你，咁我咧就會，我喺呢個位置我已經轉咗 C G A minor。而我的手冇褪位啊！如果我要用個 root position 嚟彈 C G A minor 咧，我就要褪位啦。所以咧，為咗避免褪位，呢個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咧，就係即係頭先我講原因，就係可以好快脆由一個和弦轉咗第二個和弦啦，好容易轉去第二個和弦，即係喺同一個位置。咁所以第一樣嘢有個琴咧，就係要練習嗱，譬如用 C 調嘅歌彈先啦，咁啊 C。呢、這個，然後咧褪上去啦，褪上去，褪上去，又褪翻落嚟，褪翻落嚟，一路咁樣褪上褪落。咁同時左手咧亦都可以跟個節拍啦，一個基本嘅節拍好似打鼓咁啊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即係有一個基本嘅節拍。等你熟悉呢個 C 嘅嗰個位置。就可以隨時咧都可以彈到呢個 C， 咁呢個嗱 C 調咧就有有六個常用嘅和弦，咁每一個調都一樣嘅。第一咧就係一個即係、就是、C 嗰個和弦啦 ，C chord 啦。第二個咧就係四啦，即係 do re mi fa fa 就四啦。咁呢個就係 F chord 啦 ，F chord。跟住咧就係 G 啦，即係 do re mi fa sol， 即係1 4 5咧就係啊常用嘅和弦嚟嘅。咁你凡係咩調咧都記實1 4 5。哦，朱姐就係成日咁用。係啦，四咧就係即係 F 嗰個啦。咁如果 C 調就 F 啫喎，第二個調又第二個噶咯。咁咪 G 1 4 5啦。OK 1 4 5。咁譬如話 D 調 do re do mi fa fa 就變咗係 G 噶咯喎。係。咁咧 sol 咧就變咗係。A 啦 ，OK， 咁呢個咧就要係好多嘅樂理要明白啦。咁即係首先知道呢個1 4 5，咁然後咧佢亦都會有三個主要嘅小調，係小調咧
是哪三個呢？就是二三六，即是一四五啦。二三六是什麼？ C 呢就是二，就是 D 了。 D 呢就是小調。小調和大調有什麼分別呢？分別就是這樣，大調呢你聽的時候就變成好像 Do Mi So 那樣。 Do Mi So Do Mi So 這個就是大調了。然後將這個大調的中間的咪降半度，就會變成做 Re Fa La Re Fa La， 這個就是小調了。Re Fa La Re Fa La， 中國的歌和以色列的歌有很多都是用小調的，其實你大調的歌你都會用小調的。好了，這個就是小調 D minor。 然後就是小調下一個就是三了，就是 E minor。 Mi So Mi So Ti， 但其實呢所有的小調呢你可以用 Re Fa La， 你又可以用咪咪嗦啲，或者系拉到咪都系得嘅，都系咁唱，因为佢三个咧都系嗰个方法咧，都系一样系佢小调嘅特色咧就系咁嘅。嗱，如果系讲升半度啦，由呢个第一个音，嗱，譬如用个 C 和弦啦，由 C 到 E 咧。基本上就是升一個半度，兩個、三個、四個，係嘛？一個、兩個、三個、四個，呢個你明白啦，一二三四。咁咧呢個就係就變成為一個即係個 C 大調啦。好啦，然後咧呢個就升一二三四啦，然後升三度咧就變咗拉哆拉哆，即係變咗一二三升三個半小。半調，咁咧就拉哆咪又得，瑞法拉又得，咪嗦提又得，咁但系咧佢個瑞法拉就變咗第二個調嘅瑞法拉噶啦，即係每一個調嘅瑞法拉都唔同位置，每一個調嘅拉哆提都唔同位置，咁所以你聽一聽個音，到底係大調小調咧，咁你就聽哆咪嗦，咁你知道啦，呢個大調啦，可以聽到拉哆咪拉哆。拉哆拉哆咪拉哆咪，咁呢个就系小调啦，即系呢个系一个基本你可以数，同埋呢一个和弦嘅表咧，就会显出一啲基本嘅和弦。咁我今日咧主要嗱，譬如用 C 调嘅先啦吓 ，C 嘅就系第一就系 C 大调、F 大调四啦 ，G 大调，然后咧两个三个小调 ，D 小调。E 小調同埋 A 小調三個，呢個 A 開始。拉哆拉哆咪。咁咧呢個就係呢個小即係 A 小調啦。係。咁其他調咧都係咁樣去褪位嘅啫，即係其實你可以數嘅。譬如咁哆咪嗦哆咪嗦拉拉哆咪，你自己可以褪位嘅。咁呢個要熟悉啦，即係要熟悉。每一個調，咁你首先熟悉 C 調，熟悉 G 調，呢兩個係最常用嘅兩個調啦。咁其他都有好多常用嘅，咁但係呢個係比較多用啲嘅。咁你熟悉兩個先。好啦，咁咧我而家我用一首歌咧，就係耶穌我愛你，一首好簡單嘅歌啦。咁佢咧就係由簡單嘅和弦，咁佢裡面嘅和弦咧係包括一樣咧係呢個 C 啦。同埋 F 啦、G 啦，同埋呢個D 小調啦，佢冇用到呢個 E 小調嘅，咁同埋 A 小調，咁咧就係五個和弦咧就彈咗首歌。或者我用一首咩咧？主耶穌愛我嘅副歌。主耶穌愛你。三個和弦啫，就係 C、F、G。OK， 咁我而家彈一次，最簡單到。一路提升嗰個複雜程度嚇，咁你最簡單咧，未必係最好聽嘅，不過你都可以控制。其實個聲音好唔好聽咧，係亦都好多時睇個控制嘅，即係左手同右手個平衡。如果個左手太大聲就唔好聽啦。咁咧嗱，譬如而家我彈一次嚇，主耶穌愛我，主。有先见过数我，咁嗱，这先所做嘅咧，
我就基本上是用 block chord。 什么叫 block chord 呢？一起落，一起落呢，即是初头来讲是可以是简单一点，那就咁啊 ，G， 咁我加个二，即系可以加个二音落去嘅。咁你试下每一下都唔同嘅位置嚟弹。G， 耶稣爱我，呢个 F 啦吓。G， 耶稣爱我，呢个 G 啦。咁我为咗容易俾你睇，我就成个弹 root position。彈 root position 呢個就係基本上你翻屋企咧，咁而好多時咧個節拍咧就會係一個好常用嘅節拍咧，就係點啊？呢個啊 hang light rock 嘅節拍咧就係 one two and three four and one 呢個一個常用嘅節拍 one two and three four and one。 OK 嗱，咁你再留意一次啦。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嗱，呢个 G 我而家用紧呢个转位嘅。主耶稣爱我。嗱，呢个 F 我又转咗位啦。有圣洁保守我，即系先呢个又系用 G 嘅调位，所以呢个就系你练习到到你熟悉。我想问咧，咁样睇咧都难睇嘅，你可唔可以右手好慢咁样去做一次，咁啊录咗佢咧？嗱，我一样系用嘅左手，不过你可以唔录嘅左手。系啦，唔好录。其实咧，基本上系咁噶，我会讲俾你听，你唔好俾自己压力，一定要点弹，系冇所谓点弹。系。你總之你係彈嗰啲音，嗰個音啊！你總之彈嗰個音，記住即係彈呢個音。總之你係彈呢個音咧。嗱，我而家彈緊都係嗱 E G C 係咪？如果加埋呢個 D 咪即係叫 C 二咯，即係你個 C 二。嗱，呢個 C 二啦，都係一路都係褪位，都係 C 二，都係 C 二嚇。咁你咧開頭嘅時候咧，你就係點樣？即係你第一基本就彈到出嚟，所以你就唔好計好唔好聽住啦。第一就彈到出嚟就咁啊。主耶穌愛我，主耶穌愛我，呢個 G 嗱，因為我一彈咧，我好容易就彈多咗啲嘢咁啊。咁咧，其實你如果你簡單啲咁啊，你最簡單啦，冇任何花樣啦。主耶穌愛我，主耶穌愛我，主耶穌愛我，有先見。告诉我这个最基本的方法。好了，当你熟悉了这个 block chord， 那你可以开始练一下 broken chord。 什么叫 broken chord 呢？就是说呢，你一个时间不要弹晒那么多个音，任你弹那几个音，任你弹哪个音。那你现在，我现在示范一次，由我慢慢逐步解释一下。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洁保守我。咁基本上咧系有咩唔同呢？就系、是。不要同時一下下一下咧，聽上嚟就噔噔噔噔，個咁啊冇咁好聽嘅。好啦，嗱，其實我做咗好多樣嘢，因為我咧一方面我就做咗個 broken chord， 但我另一方面咧係有啲不同嘅節拍。咁嗰啲節拍咧，咁我而家逐步拆開。第一個節拍，即係先我講過嘅就係 one two and three four and， 咁呢個咧就要我哋去練習啦。one two and three
four and one, two and three, four and one, two and three, four and one。嗱，咁呢個 broken chord， 嗱，我再試下示範，我盡量係簡化啲嚇。其實基本上咧，即係話呢幾個音任你中意彈咩音就彈咩音，咁你亦都可以咁練嘅喎。即是你自己去试一下不同的音，不同的音去试一下，自己练习将它走来走去。好了，就是那个 chord， 是的，就是那个 chord 是走来走去。那我现在来试一下，就是再弹一次那个先，那首耶稣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殿告诉我。咁咧呢个即系可以话系需要练习嚟到熟悉嘅。咁同埋我有一个 rhythm 系常用嘅。咁嗱，我只先嗱，我而家数拍子，你睇我手数拍子吓，你可以跟住我一齐数嘅。One, two and three, four and one, two and three。4 and 1, 2 and 3, 4 and 1，即基本上個2同埋4之後，後面加一個半拍。咁然後咧，呢個半拍咧，亦都可以將佢再拆做兩個四分一拍。咁就變咗點咧？你聽得清楚啦。首先我將嗰四分一拍咧數一次俾你聽係點樣樣嘅。即係譬如 1 2 3 4 1 2 and 3 4 and 1，即係 one e and 啊，就係嗰個名啊，即係嗰四分一拍咧，嗰四下咧叫 one e and 啊 ，two e and 啊 ，three e and 啊 ，four e and 啊 ，four e and 啊 ，one e and 啊 ，three，two e and 啊 ，three e and 啊 ，four e and 啊，咁樣個名就係咁嘅。好啦，嗱，我哋先做緊係咩啊 ？1 2 and 3 4 and 1，好啦。嗱，而家我做咧就將嗰個 and 變為 and 啊 ，and 變 and 啊。我做慢啲啦，睇睇啊 ，1 2 and 3 4 and 1 2 and 3 4 and 1 2 and 3 4 and 1。嗱，呢一個咧你要喺屋企練，係咁唱，唱到點咧，成為一種習慣。我係成日都用嘅。嗱，你望一望嚇 1 2 and 3 4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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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但我有時咧，我係用左手，有時右手嘅。咁但係咧，你就咁揾個琴，就咁嚟 1 2 and 3 4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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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練到成為一種你的 second nature。另外我左手是很多時有震音的。震音是怎樣呢？基本震音就是一拍四下，即是一拍四下。譬如咁啊彈。講咗先，先彈唱咗第出嘅。主耶穌，嗱，我先已經做咗個四下，聽到個啊，你睇睇啦。主耶穌愛我，主耶穌愛我，主耶穌愛我。有圣洁保守我，即系因为即系呢个系要你熟到嘅程度点样咧？
係隨時可以擺落去，而同嗰個音樂好 fit。咁呢樣嘢係需要時間，初頭咧嚟講係肯定唔會咁 fit 嘅，即係肯定咧係好多瑕疵，要試到為止。好啦，咁我而家再一次嗱，我拆開用 broken cord。你想影嘅做嘅話 ，broken cord 嚇 ，broken cord 嚇 ，OK， 你唔緊要嘅，兩個都，嗱咁係啦。主耶穌愛我，主耶穌愛我，主耶穌愛我，有時。其實咧，喺我彈嘅時候咧，我係冇諗我做緊乜嘢嘅。而家嚟講，我係只係咧喺個時間，我會用左右手嘅手指去喐，而聽上嚟自己聽落，咦，覺得 OK， 咁就 OK 嘅。咁你如果你開頭練咧，可能你覺得會困難嘅。咁但係咧，你就係、是、嗱，如果你由慢開始啊，主耶穌愛我。咁你開頭唔做到咧，淨係做到嗰個 two and four one two and three four and 就已經係 OK 嘅。有一樣嘢好緊要，唔好下下都彈曬。嗱，你發覺我係成日都會有停有空間嘅。你睇下，主嗱，我即係咪停咗嗰度半拍啦？係咪啊？主耶穌愛我。即係我會有啲空間停嘅，而停嗰啲好多時候一拍同埋第三拍嘅下半部分，一拍、三拍嘅下半部分，而二拍同埋四拍嘅尾咧係傾向於多啲彈嘅，一拍同埋三拍嘅下半部分咧就比較少彈啲嘅。咁你開頭你就係、是、你可能聽上嚟唔好聽，但係你跟到個時間，咁咧就主。但你可能開始都係會困難，咁但係咧一起唱咧有個好處嘅，嗱有時有啲人就會咁啊，就咁數拍子嚟彈，練習一下 ，one two and three four and one two and three four and one two and three four and one 喺 one 嗰陣時轉喎嚇 ，one two and three four and one two and three four and one two and three four and one。one 嗰陣時去咗第二個 chord， 因為點解咧 ？one two three four four 咁四拍咪就係一個 chord 啦，然後跟住一嗰時候就去咗第二個啦嘛，所以嗰度咧，你會覺得 one two and three fou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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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OK， 好，咁咧呢個係你頭先會解釋你彈一二係咪啊？你彈嗰度有 C E 咁樣 ，C 唔係，其實我係 C 調 C chord， 然後咧就 F chord， 即係先，其實即係先嗰句咧就係好簡單啫 ，C F 就係、是、主耶穌愛我，呢個 F 嚟㗎，係啊，呢個 F 啊。
主耶稣爱我。你用个 C 二系咪啊？主系我多数都系用 C 二、F 二、G 二嘅，全部都加个二上嘅，全部都要加个二上去嘅，系啊，全部都会多数都会加噶啦，因为咧佢系令到个声音系丰富靓啲嘅。C 同 F， 但係你加埋 C。個個 code 我都加二嘅咧，個個 code 我都加個二上嚟嘅。OK。即係你同 C、F 加埋。係啦，冇錯啦。好啦，咁咧，咁我而家想講講咧，就係根據嗰個唱嘅方法嚟到改變個節拍。因為如果你淨係用一種方法彈咧，係的而且確係會悶嘅。咁咧，咁我而家彈一次，我用咧不同嘅方法去，去改變用。好啊，好。即係啊，讓嗰個節拍咧，嗱我用第二首歌啊耶穌我愛你啦，耶穌我愛你，我又做一次咁樣慢啦，好嘛？然後先音嘅先至彈多啲，咁佢基本上咧就係咁嘅。嗱，我簡單啲嚇。耶穌我愛啲慢啦，我愛拜嗱呢度咧就兩拍嘅啫。跪拜又到主你面前赞美和敬拜，这个都是 D minor。我们的王，这首歌重复都是四个 C， 然后四个 D minor， 然后两个 F， 两个 G， 又去 C， 然后副歌呢就是用 A minor 先嘅，兩個 A 啊四個 A minor， 又四個 D minor 一樣嘅，都是用 D minor， 又兩個 F 兩個 G， 咁然後就去翻 C 嘅。咁啊，副歌就話啊你 A minor， 路亞啊你 G， 哎路亞。A minor， 哈利路亚 ，D minor， 哈利路亚，就是基本上是这样。嗱，我试下啊，再弹呢个 Broken Chord 吓呢一首歌吓，由头开始吓。耶稣，爱你。一次咧係自由嘅先，然後我哋就俾你試下去彈啦，即係咁快。嗱，我頭先彈嘅都係嗱，都係 C 二啫，係咪？睇到我嗱，我而家用咧係用 full chord， 呢個係 full chord， 即係話我一個 octave 隻手咧係一個 octave 彈咋。
其實咧，我溝幾樣嘢咧，呢個 broken chord， 但好多時候我有個震音喺度啊，個左手有震音啊，所以變咗咧個音咧，你會聽到係會豐富啦，或者一個節拍上豐富啦，同埋我寫一彈 one two and three fou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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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咁呢個係一個即係用。呢、这個 rhythm 啦 ，one two， 右手咧就要係快嘅 staccato 呢個叫做一落去即刻上翻嚟嘅 ，one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one， 但係左手咧就是連音嘅，哦我愛你，我跪拜你面前。即係呢個另一個嘣啪嘣嘣嘣啪嘣啪嘣嘣啪，咁咧係你自己隨意加落。咁但係第一樣嘢就係熟練，即係話嗰啲 block chord 由啊呢個 broken chord。咁有一樣嘢好開頭好難咧，就係哇一轉兩手一齊轉係好難㗎。咁咧有個方法點咧？其實你試下邊隻手轉咗先得嘅。我做一次俾你睇下。Yes。我轉咗右手先啦，係咪？我跪轉咗左手先又得喎。拜面前讚，兩隻手唔落都得喎，你聽下啦，睇咪得啊 ？Yes， 我愛你，我跪。有得過，其實你唔係一定要落到，即係你跟唔到咧，唔使一定要落嘅，係可以遲啲落得嘅。咁但係咧，最緊要感覺嗰個意境啦。但係呢個意境最後係你控制，所以你學琴咧最好唔好彈 one two and three， 初頭要咁樣咯，即係要咁樣。但係你慢慢咧，你係嗰首歌，你揾首歌好熟好熟，你就係唔使諗嗰個拍子嘅。咁你咧就可以隨時咧去幾時嗰個伴奏落都得嘅，即係你因為你首歌已經感覺到，同埋咧就咁嘅喺敬拜咧，有時候我可以改佢個速度嘅，係啊，改佢速度啊，你就先聽我，其實我有改速度嘅，你聽一聽我彈啦。速度係唔係你用個 metronome， 即係你個計時器咧？你發覺唔係跟住嗰個時間嘅，但係咧你個感覺唔係覺得我啊，即係好似走一拍子咁嘅，而係因為我係用一個好似水流嘅方法。阿利路亞，即係你隨意去改變速度，但係當然嗰班人跟到啦，所以你自己帶咪可以做得到呢樣嘢咯。咁你就會有一種不同嘅感覺嘅。嗱，呢個連音係好緊要嘅，同埋咧，我哋唔係用個琴嚟到控制嗰個時間，係我哋唱嚟到控制嘅時間。咁所以咧，個右手咧，即係右手咧，當我離開嘅時候，我係盡快去翻嗰度嘅，同埋我左手係唔斷啊。第一手冇離開喎，哦，我愛你。
隻手邊我冇離開。我跪拜你面前，隻手一路黐實嘅，除咗句子嘅中間停一停啊，可以停啦，因為其實我撳住已經佢個音已經冇連咗啦。呢個係一個操練嚟嘅，即係要習慣，即係啲音要隻手指咧，要停，要唔好斷咗嘅，隻手唔可以離開咗，唔可以去，唔可以走咗去第二度嘅。要黐住鼓琴，係嘛？黐住。要黐實個鼓琴㗎。震音咧，練習嘅時候要點練咧？就係逐隻手指練，但係你發覺我手部係唔喐嘅。1 2 3 4 1一起跟住之後落隻手，一起之後落，呢個係練手指嘅一個好基本嘅一樣嘢，起落起落，咁然後咧就加速啦。點解手背唔好用咧？就唔係用手背力，係手指力。嗯。咁其實呢個基本係從練手指開始噶啦，你試下兩隻手一齊練，撳住。嗱，第一個 exercise 撳住曬所有嘅鍵。兩隻手，然後咧隻手一提起，隻手指一提起之後落翻去。哎呀，對唔住啊！提起落翻去，啊。Ray Ray Ray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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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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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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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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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上之後落翻去。Mi Mi Mi 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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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起之後好快落翻去。Ray Down。呢個係撳住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 one 一上之後落，但你睇我呢個動作好似好簡單，但呢個動作咧，我係學咗半年，就係點樣咧？一起一起之後落，唔好踢，咩叫踢咧？咁叫踢。哦，唔好伸。一起之後落，唔係唔好冇咁踢出嚟，即係。唔好伸出嚟。但點解要起一起咧？要彎彎地。要起係要彎嘅，係啦。點解要起咧？即係好似你打拳拉後又去，咁你咧一起一起落。你練習嗰陣時候你要咁樣嘅，起起撳住呢個，你睇嗱呢個我唔放住喎。Re Mi Fa So Fa Mi Re Do。盡量咧係呢一隻手指喐嘅時候，第二隻手指唔喐嘅咁樣。咁嚟你到練習個手指能夠成日能夠單獨喐。咁你坐喺度嘅時候咧，得閒咧你自己就練啲手指啦。即係手指隻隻自己識得起落翻落去嘅咁樣。咁然後咧嗱呢個慢喎，起咗落嚟嘅時候，然後慢慢咧你就可以快啦。嗱，同埋我右手都一樣有震音喎。你看我右手震，嗱呢個已經是震音，是一拍分咗四下。Yes,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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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左右手做緊震音，即嘟一下，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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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咧就 1 2 3 4 5，哒哒哒哒，咁你就，但你唔好成日都系咁震喎。Yes,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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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give me back。
即係我好多喺一啲不自覺嘅時間咧，係仲錄緊啦嚇。不自覺嘅時間我都喺度震緊，會有呢個震音嘅。左手同右手都有，左手同右手都會有。咁你咧就變咗，隨時你覺得嗰個音樂比較單調啊，咁你咧就可以。就你就可以加啲上去嘅。我依家解釋一下用咩和弦嚇。如果簡單嘅，淨係用一四五咧，就比較簡單嘅，即係咁啦。哆咪嗦，哆咪嗦嘅音咧，你就用 C 和弦。哆咪嗦 C。法拉哆就用 F 和弦。法拉哆。嗦提瑞就用 G 和弦。基本上就係咁啦。你總之嗰個音嘅，總之係嗦或者 T 或者 Re， 咁你就用 G 和弦。法拉哆就用 F 和弦，但是問題就是咁，你發覺咧，法拉哆又有個哆嘅喎，即係話咧，哆可以用C 和弦，亦都可以用 F 和弦嘅。咁啊 ，so ti re so 又可以用 C 和弦 ，re 又可以用 D minor 嘅。其實嗰啲幾個 chord 咧係通嘅，係好多係相通嘅。咁但係你幾時用邊個咧，就要你。感覺啦，咁你要試啦。咁嗱，我依家試下呢首耶穌我愛你，我試一次嚇。咁啦，主耶穌，咁啦，蘇咪啦，哆啦發發，所以呢個係 D minor， 啦發發，咁呢個係呢個咧就係D minor。哆哆呢個用 F 啦，哆哆 T 呢個用 G 啦，然後咧啦啦咧就唔跟佢，啦啦嗦嗦就用個 C 啦。嗱，我再試一次嚇。即係你根據嗰個音係咩，咁你就試一下嗰可能嘅和弦，然後睇個感覺啦。呢首歌咧，主我緊靠你，我試下示範俾你睇呢首歌用嘅和弦嚇。咪瑞咪瑞哆，嗱呢首歌，主我紧靠你，咁佢咧就用手用 C 啦，主瑞瑞用 G 啦，咪瑞哆哆可以用翻 C 或者用 A minor 或者用 F 啦，我试下睇下三个尾有咩唔同啊？主我紧靠你，嗱呢个用 A minor 啦吓，好啦，然后我哋而家试下用 C 啦吓。主我紧靠你，嗱感觉系完全唔同噶，又用 F 啦。主我紧靠你，又唔同噶，呢个 F 嘅感觉咧，比好似要去第二样嘢咁嘅感觉噶。你再听一听，主我。紧靠你，好似唔完得噶，未完嘅，嗰种感觉要去第二度嘅。但系呢度你听下个 A minor， 主我紧靠你，个感觉系好舒服噶，系咪？但系如果去 C 咧，主我紧靠你，又好似唔同噶喎，即系佢好似就佢去翻去 C 咧，就好似。去一個完結咁樣嘅，但呢句咧好似唔完結嘅感覺嘅，唔可以唔完嘅感覺噶。你要就用翻個 A minor， A minor。然後下一句啦，主我緊靠你。咁呢度咧第一個主可以用 D minor， 主我緊靠你，亦都可以用 F 噶。主我紧靠你，嗱呢两个都差唔多嘅。再试一试听一听下第二句吓。主我主我紧靠你，同埋 F 啊，主我紧靠你，似乎系 F 好听啲嘅。尽我心，因为呢首歌咧呢度变调嘅。呢度咧就係 so sharp， 就變咗用呢個E 和弦，就唔係 E 小調。以我盡我心，以我你呢啲咁嘅位咧，多數都係 G 噶，因為佢
C 同埋 G 咧，佢 G 好多時又會去翻 C 嘅，因為這個呢個 G 咧就係、是、去到第五個音咧，係好多時完結之前咧都會去翻個 G 又去翻個 C 嘅。跟住，盡我心，以我力，主我緊靠你。嗱，呢度用個 C 咯，唔用呢個啦，因為佢係個啊正歌嘅原嗰部分啊。嗯。又下面啦，以愛以愛呢個啦啦啦，呢度用 A minor， 啦啦啦啦嗦發嗦。以愛感觸摸我心，好啦，呢個 A minor， 但要用 F。以愛感觸摸我心，嗱，再聽一次，邊個好聽啲啊？係，以愛，以愛感觸摸我心，以愛感觸摸我心。呢個係低啲咯，嗰個柔和啲咯，頭先嗰個。係啦，呢個柔和啲啊。以愛感觸摸我心，仲有跟住落咁。將我解擁抱，咁呢度都係用 G 噶。我只歸你 ，Mirado 嗱係可以用 C， 可以用 F 啊，試下。我只歸你嗱，試下用 C 啊。我只歸你，我只歸你，係咪佢三個感覺都好唔同啊？係啊。我只歸你，好聽啊。跟住落係咯，即係頭先嗰兩個就是。我只怪你，嗱呢个咧，只怪你，你只怪你，呢个咧就用嗰个 F 小调啊，我只怪你，属于你。我只歸你，其實咧就係我只歸你，只歸你，只歸你，其實係哆瑞嚟嘅。只歸你，屬於你，我只歸你。嗱，可以咁啊，我只歸你。但係呢個係用只歸你，佢有一種嘅呢種咧係一種嘅衝擊嘅感覺。只歸你，只歸你。其實呢個咧就係用一個 F， 又跟住 F 小調啊 ，F 小調，然後去翻個 C， 即係唔用個 G， 而用個 F 小調 ，F 同埋 F 小調。我只歸你。屬於你，我只歸你，只歸你。咁所以其實咧喺開始即係有時有啲歌係冇和弦俾我咧，我哋都可以試下嘅時候咧，就睇下邊一個啱用，咁嚟去試。咁亦都可以彈好多人哋寫嘅歌。人家寫歌的時候，咦，他用這個和弦喎，咁好聽喎，咁佢點解好聽咧？咁咪自己試下啦。主耶穌愛我，主耶穌愛我，主。嗱，你聽發覺我咧，我有啲音咧就細聲，有啲音就大聲，而我大聲咧，好多時喺二四拍個尾嗰度咧，去入去第一拍或者第三拍，即係多啲係第四拍個尾嗰度，讓嗰個 stand out 多啲啊！主耶穌愛我，主耶穌愛我。即係有啲音會大聲嘅。好啦，如果我而家想唱得激昂啲，主耶
世界无所望。即系呢个大细声咧，就会显出边啲音系重音，就唔系重音嗰度大力。即系唔好俾我主耶稣爱我咁啊，唔好听噶，系要嗰啲普通人想拍掌嘅地方。不要拍掌，其實呢、即通常來說中國人拍掌是會這樣拍的，主即第一拍掌，主耶穌愛我，其實呢現在這個在西方的音樂其實也是來自非洲的音樂，他們是不是一三拍掌的，是二四拍掌的，二四拍，所以他們的重拍在這裡，主耶穌愛我，主耶稣爱我，即系喺第二个拍嘅。主耶稣爱我，主呢个细声。耶稣爱我，主主耶稣爱我。有诗意告诉我，如果我用这个重法，纯粹用这个重法来弹，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洁告诉我，嗱，即系我系用二四拍，要大力啲嘅。嗱，如果我一心拍大力啲，你听下个感觉。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好唔好听噶？吓，但系用二四拍啦，你就听下。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诗意告诉我。即係嗰個二四拍重拍咧，反而係好聽嘅。好啦，到你彈 broken chord 嘅時候咧，你就喺嗰啲地方咧，你就會大聲啲。主耶穌愛我，主耶穌愛我，主耶穌愛我。有诗意告诉我，呢个比较灵性的方法。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诗意告诉我。